我按的，现在是2:36，真的蛮早的。对啊，都是哦，全身都是粉雪花，然后雪镜上都是粘的要融化的。我看一下你的钩货，没事，好，来慢慢推进。啊？但是因为啊，这边再怎么高啊，因为雪太粉，也不好推，就是高度几乎没有用了，就要用靠手脚的力量了。我开始推，我开始推。知道我刚听到啊，对啊，等一下帮我看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上面有水，不用管它，对啊，不用管水了，那我呢？你现在，插不回去啊！我已经拔起来了。我在插电了。还是没有变红色呢。好，变红色了。你的话上去再开。这个没在充吧？对啊，不会冷啊，又不是下在身上，不是，我说又不是跟你皮肤没接触，至少它打在上面没变湿，可以。Thank you.
今天我差点就要讲个什么。今天没就不讲了。接到第二段缆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可能？要右边那一台才接得到。哦，你是说？对啊，所以滑下来之后。地图哦。我印象中是这样。啊、我印象中，中间没有一个可以切过去的地方、啊。我觉得啦。往上看就知道了。所以下来之后要再坐右边，接着才可以再上去一段。不过上去好像没有必要要上去，因为现在上去什么都看不到。风景差。对啊。视线不良。有啊，你这个滑过来可能你要走黑色，还是对啊，还是不行啊。我印象中是这样。嗯。对啊。所以。那这个可能超过它了。都超过，所以只有那个，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没看过那个缆车站。嗯，对啊。还有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开？哦，你说那个第二段有没有开？第二段有没有开哦？好。嗯，好，不管。不过这里我们刚刚这样子超过，现在应该算是可以轻松练功了。是啊。是啊，轻松滑就好了。想滑就滑，不想滑就回去，都 OK。叽叽咔咔，叽叽咔咔。我看一下 ，OK。我觉得我们就一直坐这个缆车好了，因为。这样比较不会沾到雪，但是出去滑的时候会。你还 OK 吗？你是有雾吗？是啊。嗯。我想要把它擦掉。还没到吧？热的沙还早。好，我刚刚要讲的是说。今天一步没有要停的样子，停什么？缆车啊？为什么会觉得缆车会停？哦，你是说？对，所以我刚想说先不要讲，现在变慢了，那我就讲吧。你刚刚说没有排了等很久啊？我说今天没有，就。
你看风还其实也蛮大的，嗯，哎、欸，忘了帮你开了。然后我的鼻子现在都在里面吗？是，有照好。有。好，走。随便好啊，对。随便好。也没有很好滑呢。对啊，故意去走左边吧，去最左边。还可以往前，就这一块。你要玩松一点，就这一块滑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点。是啊，很粉啊。好啦好啦，那还要滑吗？你说什么？也有这个可能啊，因为这个粉有点跳，然后肌肉也被超过了，所以其实滑起来跟刚差不多感觉，要用到肌肉。不要进去，那个是有人的棒棒掉了吗？是雪板掉了吧？侧降练习，侧降行不行呢？Thank you.
你要试一次另外那一边吗？对啊，我说，前面这一段滑，你如果感觉好的话，你要试着再坐一次左边缆车吗？哦，还是就回去这样？好像很浪费。好，那我们就坐一次左边那个吧。赶在这些人之前。有可能吗？有可能啊。你一定比他们快的，你的板子比他们长。插进来啊！插进来啊！前面才是矮的，对对对，一模一样，是啊，没有怎么办啊，再滑。他的行为是高风险行为，祝福他。我说那一段，不然你就想着，有该怎么说呢？所以我刚
让我停下来看，但是我没看到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没看到什么，就想说好再来。一过来之后发现，前面还有一台，错了。好，有罩子的是左边的，没罩子的是右边的。没罩子哦，好像是没罩子。我以为那也有罩子，搞不清楚了。好像有罩子，怎么会那么冷？没有，没罩子，没罩子。早上我们是早上我们是坐那个，然后也没罩子，然后我说这样比较凉快，很好。状况都有关系。你身体很热吗？超热。对啊，所以那个汗啊什么的。算黑吧，你看右边是过来的，没有人。快到了吗？我要查水质。差不多了。要破哪里？啊？拉破哪里？我要拉裤子啊，拉衣服啊。快到了。是啊，啥？那不行。奇怪，有这条小路吗？还是它有个绿色小路下来？应该没有。这个缆车下面还写说，这个是中高级哦。那中间有个绿色小路吗？小路，弄一弄，因为他们是
奇怪了，我觉得这张图有问题吧。现在位置明明在三号下面，为什么他说现在位置在五号上面？你知道我说的意思？现在明明在我们中间这一条的滑下来一点点，在这里才对，所以他的现在位置是标错的。嗯，对啊。这样看起来是。为什么他马上就又误掉，又脸太热？对啊。还有就是，我脸这个还是有遮好。上下左右，上下左右都要保持空隙。然后口罩也是啊。口罩呢？对，你跟我的问题一样，就是口罩也放在面罩里，对，也在眼镜里。地气都花去铲雪了。哎，等一下哦，我想我找到原因了。你去看那个牌子，左边黑，右边红。我们应该走右边才对。所以我们刚刚滑的是黑线啊。好，省力滑红线，走右边。你现在的那个脸会觉得冷吗？不会。那你要不要把你的面罩先往下拉走，全部拉走？前面冷冻。它已经湿了，它有吹干的可能。什么叫吹干的可能？干掉的可能，但是是降温啊，我的诉求是降温。我要再查一下，因为我还是看不清楚啊。然后你上面的头发也都没办法拨走，因为它好，推到上面还可以顶走，然后面罩再拉掉，再滑个两下，让冷空气灌进来。你滑的时候会觉得有里面透气吗？没有。还是说滑得不够快？没关系，这里是红线，比刚跟刚比一点都不陡。透气啦！是啊，怎样？有血飞进我的眼睛。啊？有血飞进我的眼睛。好，很透气。你再滑几下凉下来，有比较不起雾了吗？不知道。继续滑吧。
法切得回去吗？我就是不知道啊。好，我们就保持一股冲力，一直努力往左切，往左切，切。是恰到好处，这条路应该好一点吧，有比较好吧。五点半，四点半，四点半。那难道要只开左边那一个吗？没那么认真。刚被超了，这是屋子吗？啊？没有，不是三排，所以你说它像那个，对啊，欸，所以那个一直走过去，那边是新建的，我们的那个六楼温泉吗？那个高高的应该是巴黎嘛，然后。结冰了，没有，只是雪。正面解放都是水，都是哦。对啊，抹掉就好了。那我的嘞？你的还好，你也抹一下吧。有两滴很小的水，似乎没有差别。那上去以后往右走还是往左走呢？可以，可以回得了家就好。都是绿色的。这里滑下面恐怕。从头到尾不刹车才滑得了吗？动不了欸他。现在就又感觉很多雪，一阵有一阵没有。怎么了？我想我用手要接，我看我接到怎么样。看运气喽，如果它很轻的话，它会顺着气流绕过你的手。上很多，啊，回去回去。不知道还有没有奖品可以抢的，我好像没有。啊？嗯，一张，嗯。去什么都看不到，右边很平，左边也平。它有开吗？有，但是什么都看不到啊，而且一上去就要黑了下来，所以我就算了，对呀。它好像有个旁边绿线，但是没有方向。往右吗？我们往右往边滑走，对不对？故意滑右边哈。
很大坑，很大坑。那里有线绑住，那里有，你是说更上面吗？就是我们刚刚下来在那里。不是，我是说，你刚刚我们停的地方在哪里？咖啡色屋子右边的。所以你是说要这边冲过来吗？那要一开始就用冲的进来，然后穿越这个雪。所以这边就很回去了，这边可以直接滑回来。太粉，动不了。
自己摇过的，我看看。我看什么？你先不用看，我先转过一整圈再说。再转过来就。其他我大概摇过了吧，摇过的差不多了。摇一摇，摇成那个被拉松了吧？自己掉了。